吃的很高兴，烧烤真的，烧烤超赞。
真的好快乐，因为吃东西的时间比练团还要长，好快乐哦。所以你平常就是跟陈草团员练团不太开心，就没有吃，没有吃东西，没有吃饱，所以考虑这个利用这个九二九的方式，没有吃饱。因为我们说在外面租练团室，然后他们是有自己的练团室，所以练团时间会被浪费，被颓废，对这个忠诚，对。我是就是去志宁的工作室之前啊，就是经过外面的夜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香，肚子好饿，结果没想到练团的中间竟然吃到。我喜欢克拉克的方向感啊，跟我一模一样哎，好屌哦！克拉克需要带领他不迷路的女孩带着他。他那天就一直说：“克拉克，你也是路痴。”